好，咁啊，頭先講移民嘅問題咧，首先就我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問題啦。首先就第二就係、是例如喺呢個台咁啦，咁即係選舉之後都有問過我係話，即係你係咪想繼續做咩，或者意願係點咧咁樣？咁我嗰個回答就係、是可以做嘅我會做落去嘅，一定係、即係等於我香港點咧，我都會繼續我自己活動，個人嘅活動咁樣。咁喺呢個選舉裏邊咧，你覺唔覺得都有一個好難受嘅嘢？唔係話即係選舉之中，即係唔係話結果揭盅嘅時候，而係一即係個人嘅企位係好係好 intensive 嗰樣嘢係，即係話係係會有好多各種嘅壓力，即係會得失唔少，即係會得始終會得失人啦，即係話你冇可能 please 曬成個世界啦，應該係冇錯。咁係啊都幾，所以我灰心嘅唔。我會有時我會覺得灰心的不會是因為香港人的選擇或者是選舉結果或者是怎樣，而是我覺得是我沒有辦法去令到件事兩全其美，在我自己的企位裡面、有時反而是我跟一些另外一些派別、或者另外一些 政治勢力、反而都係最好就唔講嘢咯，大家咁都還好咁樣。係。咁但係如果你嗰件事係太過即簡單啲嚟講咧，即係話其實有時我幾羨慕一啲一般嘅網友啦，因為佢可以好全力咁樣去支持某啲。政治路線咁樣，咁呢個係幾好同埋幾幸福咯，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唔做唔到呢樣嘢咯，即係話係去好全力咁樣，咁樣，即係有時你只係即係我羨慕一般網友嘅就係佢可以唔講，或者佢可以保持沉默咁樣。有時哇，咁我未睇得清楚件事啊嘛，咁我唔知點講喎，咁樣咁你唔知點講，有時都俾人屌，即係我覺得係好多呢啲好委屈嘅事啦，即係好多人都受到類似嘅委屈，即係我覺得唔係啲喺我眼中佢唔係啲大奸大惡嘅人，但係因為形勢或者選舉或者實際上，而去到最後我都唔會話怪佢嘅，即係即使啲人屌我都好啦。我都覺得係，如果唔係政府 DQ 嘅話，我咁大家個局唔會搞成咁嘅。咁我覺得係我會怪翻係香港特區政府先咯。我又即係我覺得，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唔係揀嚟嘅話，咁其實大家係唔需要去到呢個位嘅，去到。冇錯，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係啊，所以我再三即係第一次都係講翻話，即係大家要諗翻，即係政府嘅 DQ 咁樣，即係大家要殺父仇人，應該係政府或者係選舉主任咁樣。去到，所以但係去到，因為佢其實佢當然係聰明啦，即係話佢選舉主任佢落咗刀之後，就令到你一定係有唔同嘅陣營啦，變成咗，咁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咯，好多人都因為喺我眼中好多人都係好人嚟嘅喺我眼中，但係。在很多情況之下咧，佢都被攝入咗。即係例如我認識一啲同即係讀緊書嘅仲讀緊書嘅同學咁。係。咁佢其實根本就冇政治野心嘅，佢根本又都唔係為咗求自己，我個黨要贏咁樣咁啊！佢唔係講呢啲嘢，佢純粹係覺得有根據佢嘅認識，根據佢嘅諗法，咁佢就去有佢自己嘅取態咁樣。咁但係呢個取態一定係會得罪人噶嘛，即係你一定係有得失人噶嘛，咁係啊，所以我覺得去評論政治咧，或者係關心參與政治咧，的
確係有好大嘅情緒負擔。我見到好多人都好大情緒嘅問題，即係呢幾日嚟。冇錯，因為佢就好似個宗教咁咯。的確，我參與或者係裏面睇嘅時候，我當你受到即係我覺得係我盡量都唔去用一個宗教嘅。的形式去看政治的原因就是我始終相信政治是為了大家的利益的，的確是。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呢，是會傷害到自己，即是如果用一個不是理性或者現實的態度去講那樣。咁當然呢個只係代表我嘅諗法啦，咁即係都幾過癮嘅。其實我覺得呢個即係講翻啲，即係呢一節淨係講呢啲冇乜分析性或者事實性，冇乜事實或者冇資料嘅個人感想。係，即係話以前咧幾好多年前，或者三四年前啦，我其實近年咧係冇乜屌，唔係好大力咁屌人嘅，即係我都係。評論或者講翻嗰件事係應該點咁嘅，就係通常都係咁嘅。係即係話即係要去到泥中縮角啊、發曬癲咁屌人啊，咁嗰啲其實係早期啦，我覺得係。係。咁嗰陣時嘅對象係左膠咁啊。係。之後已經冇，之後已經覺得啊可以轉用另一種方式咁樣。咁喺嗰個時候咧，種落好多仇家嘅，即係左膠啊，咁啊佢又會即係挖我唔同嘅瘡，挖我唔同嘅瘡疤啦，咁樣都可能嗰啲都未必好致命，但係都有困擾啦。當然的都會，即係冇人想俾人鬧噶嘛，即使上網都好啦。係。咁喺嗰個時候咧，就經常會同人鬧交啦，同埋係會啲人會搞我啦咁樣。係。咁之後就開始少啲噶啦。可能因為左膠自己都頹頹地咁啊，但係之後可能就會之後會勁翻啦佢哋咁，但係。因為佢有資源啦，但係即係話俾人鬧或者俾人屌咧，都呢幾年咧，或者呢一兩年都係少咗嘅。係。直至呢個選舉咁樣，咁我又唔會話我係有咩地位或者咩人係唔俾人屌得，咁人都係俾人屌嘅，人都會俾人屌嘅咁，但係但係選舉咧，的確係激化咗好多潛在嘅矛盾或者情緒咁樣。即係你點睇？你喺個選舉嘅過程，你覺得即係你認識嘅香港係點咯？或者有冇覺得有新嘅認識咧對香港？新嘅認識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你對香港嘅嗰個性格啦，嗰個民族特性，你會了解多咗啦。然後你又對於一般網上嘅輿論平台發放出嚟嘅資訊有幾多人吸收到，同埋而家仲係。全部媒體大眾的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有多少，現在的政治勢力有什麼改變，會認識多了，看過整個香港會立體了，然後會見到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舊的時代會過去，然後有一個新的時代就會是彈起。其實說時代呢又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因為好像陶傑說過，他說的時代這些東西，他一定要用百年、二百年的單位才可以叫得上一個時代，那你香港好像幾年或者幾年一個時代，幾年即是新時代就很快，很快，那是一個新時代起。那我覺得現在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思考在一個新時代裡面，有些東西可能之前某些人做到，其他人如果刻意去模仿可能會適得其反，可能是要用另外一種方法，或者是吸收他的優點，然後再去想辦法去再做得比他更加好。如果是指譬如傳訊啊，各方面啊，同埋嗱，即係而家大家擔心的是兩樣啫。第一個就是覺得議會裏邊嘅嗰個反對建制嗰個力量會唔會減少？另一樣嘢就係議會外邊嘅抗爭會唔會少咗？我覺得議會外邊嘅抗爭會有某程度上有啲新嘅人會接受，佢係唔會消失嘅。你哪裡有壓迫的，哪裡有反抗的，我覺得就算你怎麼追你都殺到身你都會有些反應的，我相信。因為現在的選舉結果就是告訴你，其實香港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不錯咯，都不錯，不死得人。的確是的，我我家人這樣，我或者我認識的那些現實上認識的那些人，有層樓，有工作，有錢花，去旅行。喂，那你還求什麼東西，是不是
你仲總之仲做乜仲要反對啲人反對嗰樣啫咁樣？我都講咗、嗯，我都講咗，其實我不停咁，即係我覺得好多嘢都唔滿意。其實我個人嘅問題係我個人問題嘅，係我個人心理問題嘅呢、這個係係即係當然可能呢個心理問題會令到我即係容易發覺一啲都係冇乜人發現到嘅問題咁，但係我會知道我係一個小眾。但係最緊要嗰樣嘢，你講嘅嘢係咪真理？你講嘅嘢係啱嘅，係真理。咁佢唔會因為有第二個人扭曲咗佢，佢變咗唔係真理。佢都係啱嘅。你講嘅嘢，你觀察到嘅問題、發現到嘅問題，佢都係存在嘅。佢唔會因為你唔講佢而消失嘅。唔係咁，你話你中國殖民問題、2047問題呢啲，仲喺度。就算你選輸咗，咁你難道你就會令到議題或者問？就會令到哦搞掂咗啦，即係話，即係葉普成選輸咗咧，就唔會有2047問題，唔係咁噶嘛。即係2047問題，你只不過冇人去解決咁解，因為暫時嚟講，即係係咪先？咁係啊，我其實即係咁啦，即係我同即係識我嘅人，或者係同呢個台嘅聽眾，即係我係作一個即係主持或者評論人啦，我只可以係講到或者寫到一啲我即係我認為或者我呢一刻相信係真嘅嘢咯，即係咁簡單咯。即係話個格局有幾大咧，其實就唔大嘅，不嬲都我格局不嬲都細。咁嗰一刻我有反應，或者我嗰一刻我即係有我認為。係啊，嗰件事就應該係咁啦，或者嗰件事係咁咁唔啱喎，咁樣咁我就覺得係應該係咁講，因為咁寫，咁最多咧就係、是、最多係咁咧，即係最多係話，嗰、那個人咧我好係佢我個人嚟講對佢係有感情，或者我唔想講佢嘅不是，咁所以我就唔會講噶嘛，就最多係唔講嘅啫咁樣，但係一般嚟講，我都覺得係。大家要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唔係想一直以嚟，我都唔係一個話去講一啲太過漂亮去 please 人哋嘅一個人，即係話即係以前屌咗好多或者屌過好多，即係黃絲啊、左膠啊、中國人啊呢啲咁樣，咁都係當然係會得罪人啦，但係。即係我近睇出咗本，即係近呢個暑假出咗兩本書咁樣。咁我而家睇，即係我擺翻落去嗰啲嘢，有時都係可能係兩三年前。咁我而家我睇翻就係、是、話，我嗰刻係咁諗，而家我都係無愧於心，即係寫呢樣嘢印咗出嚟咁樣。即使係我支持嘅一啲人係輸咗，我都唔認為嗰個信念係錯啊。係，我覺得我而家我都係盡量相信係。中國冇權力去管治香港，係冇錯。我哋抗爭係唔應該係淨係唱歌咁樣，係即係呢啲嘢我唔會係即係我可以捉緊嘅 ground 就係呢啲咯。即係你話去到好實際嘅點樣去操作啊，或者點樣去點樣喺個政治遊戲裏面玩贏啊，我唔擅長呢啲嘢不嬲都，所以我先唔會插只腳落去，就係因為我的確唔擅長。咁所以我對我嚟講係比較簡單啲咯，即係話我有諗法或者有感覺或者有一啲嘢係睇到咁樣，咁我就覺得應該同大家分享咁樣，就係咁嘅啫。咁雖然而家咁講又好似有少少即係懶係天真咁樣，當然你知道唔係。話你自己想簡單就可以簡單到好多時候，而且江湖險惡啊嘛。係啦，咁不過我會即係我對我嚟講就係我唔知道我會，即係呢樣嘢係我嘅專長，我覺得即係寫嘢或者係講嘢咁樣，講嘢未必好好啦，咁但係即係有內容產出，其實我覺得係我的專長，亦都我嘅生活嘅，已經成為咗我生活嘅部分。所以即使係以前支持我嘅人可能會反對我啦，或者係支持我嘅人覺得我做得唔夠好啦，或者我覺得我變咗啦咁樣，咁我係唔會停咯。簡單啲嚟講，因為我一日仲有一口氣，咁嗰啲嘢都係做嗰啲嘢啦，即係。
即係對我嚟講一個生活咯。咁係啦，就係咁啦。咁咁啊，即係講翻嗰個選舉之後嗰個香港咧，其實之後就特首選舉啊嘛。冇錯。即係特首選舉，你預計會香港會點咧？我等緊如果梁振英宣布連任嘅話，香港會唔會暴動咯？嚟個唯一更有最有可能係再有暴動發生嘅，就係梁振英嘅連任咯。梁振英嘅連任。係啊，因為我記得之前問過你咧，你其實半講笑咁講咧，你係想梁振英連任嘅。我支持梁振英連任㗎，係咪先？如果你換咗曾俊華，係啊，或者曾鈺成，或者係陰濕濕啊、斯斯文文啊咁樣，咁啲港豬就瘦㗎啦。或者係林鄭月娥，喂大佬嗰、那個先至係嗰個先係香港即係本土抗爭力量嘅品嘅大嘅 大問題啊！嗰、那個先至係大家而家想像唔到嘅嗰個局勢，因為香港人而家好多人都話我都覺得唔滿意，其實好大程度唔係因為佢反對或者佢認知道咗中國殖民香港係幾撚大件事，而係佢覺得好唔滿意梁振英解嗰件事係好大件事，即係佢只不過係即係講真，你話之前即係香港即係作為一個民族或者一個政體去脱離中國，或者同中國有一定嘅權界分隔。呢個是一個很高層次的政治想法嚟，我相信而家都係一般人嚟講，只不過係啊，我覺得佢好滿意啊。點解？因為梁振英咯咁啊，樣衰咯，條友乞人憎咯。嗱，因為佢即係佢係逾越咗好多香港人的界線嘅。係，但係嗰啲界線其實是唔逾越的話，又代表嗰件事有幾好咩？即係話我不去唔理你泛民主派啦，我不講咁多即係親中國嘅嘢啦，咁唔通佢唔講？事實上佢又唔係做緊咩？揾個曾俊華上到嚟咁樣同你講，同中國合作咧係好嘅，攞啲數據出嚟咁啊，根據咩數據咁嘅分析，專業嘅分析顯示我哋咁做咧係會有利嘅咁樣，我哋都係公平嘅、公正嘅，跟住程序嘅咁樣，我哋相信啊既定嘅立場係唔會改，咁講啲冠冕堂皇嘅説話，咁其實係好多香港人咧係會受噶。其實大家都係好想，即係我去到最後嘅觀察，即係對香港人心理嘅觀察就係、是，其實大家都係好想一個人同你講咧，呢個世界冇問題，你唔使擔心。嗯，簡單講啦，即係冇獨立思考。唔係，佢哋係好想有個人，佢可能自己心裏面都覺得係香港好似有啲問題喎。但我就唔中意嗰啲去指出啲問題嗰啲人，因為你令我好焦慮。係。我又中意一啲同我講。講遠景，但係佢唔會覺得有問題嘅人，安慰住你，安撫住你嘅情緒。即係話2047嗰個問題咁樣，佢係唔中意你提出2047呢個問題。嗯，你唔好講，因為我好撚驚啊，因為佢知道自己係解決唔到嘛。即係有啲似日本嗰、那個福島核電站嗰樣嘢。係福島核電站咧，日本人咧係唔中意人，即係日本人係唔中意外國同埋自己人去講。福島核電站有幾撚大件事啊？咁樣世界末日啊？咁樣，佢知道係好大件事啊，但係佢知道自己解決唔到啊。佢覺得或者佢唔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決到，所以佢就會去覺得，即係日本人自己內部就會覺得，如果有人去高聲疾呼，喂，而家咁樣搞政府咁樣搞福島核電站咧係唔掂㗎咁樣，佢就會覺得你喺度散播恐慌啊，你喺度散播世界末日啊，你唔應該咁，你講已經講笑兩句咁樣。我覺得香港人是用選票係話咗俾大家知，其實佢都好唔中意提出問題嘅，即係有少少似即係傳真社走去影嗰啲咩選舉事務處嗰啲票箱就冇鎖住咁樣，跟住選舉事務處就唔係鎖翻住啲箱，而係報警拉佢，報警拉啲記者咁樣，即係解決啲提出問題嘅人咁樣。咁但係個問題繼續存在噶嘛，即係話你而家唔通話2047問題就已經解決咗嘅咩？係咪先？唔通咁嘅選舉結果就代表2047就冇問題咁樣？但你覺得咧，會唔會其實係好多香港人，或者係我哋會話舊嗰批、老嗰批，其實佢係適合，譬如話俾一個精明嘅統治者去統治，好似英國人咁樣。仁慈的獨裁者啊嘛，即係以前聽陶傑講，或者好似新加坡咁樣。李光耀，所以大家咪去李光，話想去新加坡咯。嗯、但係，即係我講我自己啦，即係我唔會，我去新加坡我唔會開心咯。即係話，屌你上網嗰啲人，或者一般嘅新加坡人
嗰種即係你睇 Amos E 出現咗之後，係唔係五毛嚟㗎？嗰啲係真係新加坡人嚟㗎，嗰啲係不停咁屌佢，又話你搞亂個社會啊，跟住佢喺街度俾人揼，又冇人理啊咁樣。咁有乜嘢好玩啫？新加坡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又唔係話，即係除非你話新加坡好撚多錢啊，揾你啦，咁你就話去揾錢算啦，係咪？但係如果你就係話去生活嘅，有冇好玩嘅新加坡？即係係仲慘過嗰啲咩馬來西亞啊？雖然都係馬來西亞都有熄燈轉舉呢樣嘢，但係係多嘢搞啲咯，即係其他地方。新加坡真係好係好好好壓倒性啊！嗰個咁嘅嘅嗰個。即係唔理政治啦，或者係唔理社會啦，相信個當權者啦，無條件相信當權者啦，嗰種嘢係仲勁過香港好撚多嘅。喂，臨到最後諗起一樣得意嘅嘢咧，香港嘅政治咧，之前我有講過咧，係同科技同 Facebook 係密不可恥嘅關係，佢已經變成咗一個生活習慣，變成咗一個不可離身嘅嘢 ，Facebook 啊。香港，我覺得香港使用 Facebook 嘅人係我知道你之前都同、啊、你之前都受到即係都或者經歷到一啲話喺 Facebook 上面即係屌人係會好失控噶嘛，真係會係啊，冇錯。咁呢樣嘢我諗緊咧，即係之後會唔會因為嗰、那個即係題外話啦，即係算係會唔會因為嗰個科技嘅改變，又會有另外一個新嘅氣象？譬如話，如果之後可能電話就不是一個熒幕，可能電話是彈一個虛擬熒幕在這裡這樣的、會不會又對香港的個政治或者對整個社會又改變了，尤其是政治啦，即是改變了政治 的東西呢，會不會人們多了看片，於是看到神區彈一個熒幕出來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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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之後如果再過20年之後，如果真的成真的，就是說你的 USB 是直接插入個腦袋，好像攻殼機動隊那樣，那些數據直接就傳入你的大腦袋、那又會不會改變了這個地方的個政治？因為 我們發現呢，香港的反的新浪潮或者是新的政治是沒辦法不依靠個網台也都不、再 specific 說就是沒辦法不依靠 Facebook。 沒錯，咁呢樣嘢係咁 Facebook 嗰個制度係令到好容易所謂嘅圍爐取暖呢樣嘢出現噶嘛？我又覺得唔可以話係圍爐嘅，因為當然佢設計係令到你大家即係相熟嘅意見接收，淨係你想接收嘅資訊。係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因為你真係冇資源啊嘛，即係等於陳雲咁，佢唔喺 Facebook 度講嘢，咁你喺邊度講嘢咧？咁樣咁我理解嘅，咁我自己經營我自己啦，咁。係呢個人啦，或者呢支筆啦，咁亦都係冇辦法唔靠佢咁解嘅，即係所以都係有即係有頭髮有邊個想做垃圾，但係的確即係我自己營運我自己啦，或者我自己去營運我自己呢個獨立嘅評論窗口啦嘅其實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好多時候我都係 po 咗篇文上去咧，咁我就算了，我唔會點樣同你討論嘅。係，因為討論一來就係、是大家其實以前大家玩，大家記得以前咧，大家玩即係玩呢個論壇，係網上論壇咧就係咁嘅，就係、是、會有好多討論啦咁樣。係，咁當然係可以係會有係有好多好多好有質素嘅討論。其實討論可能都少，反而係一種好似係。舉手代表我在場，舉手代表我在度嘅，留幾句字，譬如呢個you know gun， 跟住然後呢個咧就Bobo girl very fat 咁樣，淨係留一句其實代表一個我喺度啊，我睇到你講嘢，見到你咁樣，然後就一水蛇春咁樣咁長。係咁，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坦白講係幾消耗時間嘅，即係如果你個個貼你都要去跟，你跟幾個，你淨係追睇幾個知名作家嘅貼，然後你每一個貼下面都同人哋咁樣睇。甚至乎你不幸引起罵戰，在下面咁樣罵戰咧，其實係幾耗費一個人嗰個精神同埋嗰個精力嘅。我唔知大家點係玩嘅時候會有啲咩感覺啦。喺我自己個人感受裏邊，當然係會覺得嗱，喺我一個叫做都同人哋互屌過好多次，經常同人哋互屌，近年少咗咁解啫。但係都以前都經常同人哋互屌。我自即係一個八屌，唔知係咪食到。已經成功啊！唔知係咪成才，但係總之八屌過，亦都被八屌過嘅人咧，我就算而家有新嘅馬丁村咧，我都覺得唉，唔好搞我啦，
我其實很懦弱的，跟大家講，我是不想跟你罵戰的，亦都係我啲，亦都唔想人哋罵我的，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㗎，我都不喜歡被人鬧。即係話，所以我喺我一個咁嘅喺叫做半隻腳喺呢個圈裏邊嘅咧，我都不想人哋去搞我，或者我都不會想去出現啲人去胡屌咁啊。咁盡量講翻件事得唔得啊？咁我都會我都係會都會係咁嘅，但係。發現是控制不到自己係，即係嗰件事是怎樣去運作？即係話有時你不講咩，咁你都是屌埋，即係你唔講，佢就會覺得你即係唔可以控，即係話唔可以 please 到全世界的時候，係啊，馬戰是要穩陣門嘅，係好多時候。咁但係對於，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即係我作為一個評論的人咧，或者我再三強調，我是一個獨立的評論人嚟。嘅時候咧，我都冇辦法係，我都只是希望透過個網咧傳到嗰啲嘢出去，就唔係想希望係有呢啲太過瑣碎的討論。即係如果係即係大家敏答敏咁樣互相回應都係好嘅，都同啲一啲人試過係咁。但好多時候大家都係。都只可以係喺個即係個網嗰個現實情況就係、是、大家只可以三言兩語咁樣互相咁咁加埋一啲當你屌我嘅時候，我就會唔開心啦。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咪屌翻你咯。咁嗰個係有時會過癮咯，但係去到最後其實係都係洗翻自己嘢算啦。都係即係我嗰個感受或者我嗰個咁嘅感覺就是去到最後，你有些東西產出，那都叫生產力、啊、但是如果 是在個留言討論串裡面是其實都是看大家哪多時間的嘛、就是看誰留到最後的 comment 就好像贏了，但是、即是在以前玩論壇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所以我都是用我的 page 或者我個人的 account 都是share 我自己的文，或者我 share 一些我喜歡或者我覺得很好的文這樣而已，即是不是一個討論得好的地方呢，就傳訊有沒 有遇到一個樽頸啦，是啊樽頸啊，是啊，即是這樣透過這樣的方式傳訊，會不會是遇到一個樽頸呢，或者會不會有些人是真的永遠都接觸不到他呢，會不會一定有的，所以你要所以我做這個節目其實我都是即是踏出我 comfort zone 的嘛，因為我可以繼續寫嘢，我不用去面對那個鏡頭，或者我不用去訓練我的口才，不用需要的，我但是問題是我覺得我有些人呢，我剛才即是第二次講的，就是說我透過這個台呢是接觸到一些大一些年紀的，沒錯，那些人呢是完全沒可能接觸到的，如果沒有買 video 的話，咁我同埋第二就係我係去諗嘅時候，我寫嘢都寫得都好多啦，或者我都經常寫嘢，但係有啲人係唔中意睇人哋，即係唔中意睇咁多睇文字啦，或者網上面好攰啦睇落。喂，咁我即係我有傳訊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嘛，即係話你唔中意睇字，我咪講俾你聽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嘗試，即係可能第時會有更加多嘅嘗試，即係我而家開 Facebook Live 都係咁嘅 ，Facebook Live 都係另一個第二個傳訊嘅方法啦，咁樣。冇錯。咁我即係唔排除之後會有更多嘅其他方法啦，咁樣。都係嗰句啦，即係萬變不離其宗，就係你我想一啲我嘅東西可以傳到出去，或者我相信嘅東西可以傳到出去咁解咯。我好簡單一個人咯。咁而的確係傳到嘅，即係今次嗰個議會嘅新氣象，泰博可以當選，其實都係你絕對係有功勞嘅，絕對係其中一份子嚟嘅。呢個唔使妄自菲薄。我唔知啊，即係我嗰陣時都即係有啲人，即係有啲台灣有啲馬來西亞嘅人咁樣就話想我寄書咁，我嚇馬來西亞做乜？咁但係呢啲我覺得唔係多數成少數嚟嘅，咁但係我盡量都想保持一個好 simple 嘅位置咯，就係、是、我中意寫嘢咁樣，咁就會講嘢咁樣。可以做到啲咩就係呢啲咯，暫時嚟講。咁我如果有因為有其他嘅我嘢我做唔到，咁你屌我咧，我係會接受嘅，都屌我啦，冇辦法㗎，我都係咪先？咁我做到嘢又咁多㗎咋咁樣先？咁所以係咯，咁所以盡量對自己保持誠實咯，我會咁樣，咁就係咁。咁係啦，咁最後講嗰句咧就係、是
個台是需要大家支持的，會繼續撐下去。是啊是啊，即是話我即係點解唔會放棄呢，咁就係、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咁我節目會繼續做啦，至少我個人嚟講係咁啦。咁所以就係、是、個台需要大家去支持啦。咁所以就唔只係你中意呢個節目又好啦，唔中意又好啦，咁其他節目都希望可以大家去支持啦，咁樣咁係。是經濟上講嘅，係呢個係好緊要，即係話即係嗰個實際上個資源如果有嘅話咧，咁嗰個香火係就唔會熄滅咯。我覺得，咁你唔有你冇，即係你熄滅唔到嘅，咁你個社會形勢去有改變嘅時候，你就會。出翻嚟嗰啲嘢，咁我相信，即係我相信而家做緊嘢嘅嗰啲人係佢嘅成果，可能喺呢一刻冇辦法出現，但係佢可能之後係會用另一個方式出現嘅。我覺得係咁嘅，香港或者個世界係咁嘅。係啊，係咯，啲網友就話我真係做好自己，我不嬲都係做好自己啊，其他嘢我理唔到。我同大家，我好現實咁同大家講，我理唔到噶，我真係冇辦法噶，係啊，係咯，咁所以就係咁啦，多謝文豪。今天做我的嘉賓㗎嘛，係臨急臨忙叫他哋嘅。咁啊，係啦，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喺度啦，繼續唔好放棄，唔好放棄自己啦。我覺得唔好又唔好叫唔好放棄香港第二件事，即係唔好放棄自己啦。係啦，即係無論你中意中唔中意我都好啦。係啊，我覺得係至少我唔會放棄自己咯。就係咁啦，多謝大家，拜拜，拜拜。